各位 AI News 爱报道的观众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，谢谢，让我们可以持续的让这个频道继续运转。也感谢神奇传播以及 Niji Nails 给我们这个机会帮他们打广告。根据客户的反馈，神奇传播的订阅有明显的上涨， Niji Nails 的网站流量增加了300%，打了广告短短几天的时间内销售额就上涨了10%，而且全部都是使用了 AI News 10的折扣码，可见我们的广告效益是非常不错的。希望各位可以通过看神奇传播给更多的人传福音，学到更多的知识，也希望各位喜欢自己新买的指甲油。在这边非常感谢大家使用 Coffee 这个平台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系统，我们目前已经有了52名固定的付费会员，耶！感谢大家帮助我们这个频道可以继续维持，我们真的心存感激。稍微算了一下，依照目前各位的奉献还有商业广告以及会员系统，我们还可以持续维持这个频道，你猜多久？4个月的时间。我们非常感谢 Paul 长老依旧帮助我们，谢谢谢谢，让我们继续使用这边的办公室，让我们可以继续稳定的提供大家新闻。在这里我们呼吁一下还没有加入我们 Coffee 会员的观众，请帮助我们的事工，让我们可以继续传达正确的价值观，让你每天看到不掺水，没有政党目的，不带风向，只用圣经的角度去看现在发生的事情的新闻。马太福音6:21说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帮助我们的事工成长，让更多不认识神的人听见福音，让更多不讲政治的基督徒和牧师认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。很多人每个月都要缴很多会员的费用，例如像 Netflix、 Hulu、 Disney Plus、 AmazonYouTube Membership， 你的小孩或许还有 Xbox、 PlayStation、 Nintendo 的会员，健身房啊、 Costco 啊、高尔夫球 Club 的会员，你爱看电影的话还有 AMC 的会员，各方面的，我们希望你能慎重的选择你所接受的服务。可能你花的很多钱都在左派公司的旗下，特别是关于娱乐方面的，这些娱乐产品不但想要洗你的脑，他们还想要洗你小孩的脑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些钱只是小钱，值钱的是你的资讯以及你的未来，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善用你的金钱，放在一个可以真正帮助到社会的价值观的娱乐上面，可以真正的知道现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基督徒看这些新闻该有的眼光。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现在也正在准备礼品来回馈大家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还在筹备的阶段当中，之后会陆续的推出信息呢，会及时的在我们节目中更新让大家知道，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，也欢迎您帮助我们宣传，因为我们所讲的内容是 YouTube 非常不喜欢的，哪怕很多人已经关注了我们的频道，但是 YouTube 它都不会让我们的视频在主页出现，必须要找到我们的频道里面才会发现，哦，视频已经更新了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。所以请大家帮助我们宣传，来转发我们的影片，来推荐给你的朋友，让他们来关注我们的事工。能做到今天都离不开大家的关心，如果你还有任何想要跟我们合作的，都可以直接联系我们，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宣传的内容，也可以直接来找我们，也请各位教会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很愿意帮教会打广告或者是宣传做活动之类的。那在这里呢，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大家的祷告祝福，帮助我们度过每一个艰难的时刻，也非常谢谢大家，愿神纪念您的爱心。我是 Felicia， 我是 Ethan， 那以后我们就每天都再见了，拜拜。